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剑圣。我在，大家应该看到，现在倒数还剩15秒，我就要升上9本了。13。那我等下升完之后呢，我来做一件，嘿嘿，大事。OK，哇，终于9本啦。然后好，看一下我们现在部落战呢，还剩下30分钟就要开始了，那我们现在检查援军还有没有没满的，然后都给满了。OK，都给满了。好，那你看啊，我们这次对上的对手是一个八级的部落，他们只有一个9本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数本的，没有。好，他们只有一个9本哦，然后大部分都是8本。好，那在这样情况呢，我们竟然会有3个9本，然后再加上剑圣现在呢，算是一个也算是第4个9本。好，那这一场我看来我不知道对手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他们要怎么办？因为他们就算要3星9本，大概也只有一个人可以3星啊。那还有2个9本的话，他们应该要想办法去打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来建造建筑物啦，然后来编辑，嘿嘿，先来东盖盖，西盖盖。东盖盖，西盖盖，女王，建塔，墙壁也要，墙壁最后再盖，还有防空火箭，防空也要，法师塔，我来先盖，先盖那个都没有时间限制的，我就不用建造时间了，都先盖一盖，好。来，还有这个，气球2个，不错。还有什么呢？啊，现在最重要的 X 年弩，下一个。然后盖完之后没钱的，从仓库里面领。再盖一个，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法术，来看一下哦。说实在，我实在是不太清楚，要几个法术才可以，不是几个宝石才可以把这个升级的法术工厂描出来。法术工厂是5天，那5天的话，再想办法把它描出来耶。来考虑一下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还没盖的。大概都盖了，就剩电塔那些的。好，那在这样的情况呢，先盖一下城墙好了。哎呦，墙壁就25个而已。好，那今天现在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先把东西都盖一盖嘛。那盖一盖之后，等一下会先升法术工厂跟实验室，那我要先把法师塔，好，然后防空火箭，这样防空火箭，好，那这样还剩一个工人，那再一个工人我来算一下。宝石，我先查一下，一个宝石可以增加多少的时间？哦，直接用这里看就好了。5个小时的话是62，算62宝石好了。5个小时，62宝石，那一天有24个小时，那算于再把它乘以5好了，一天就要300个宝石。一天300个宝石的话呢，那升级要5天。所以就要1500个宝石哦，哇，好吧，那秒吧，升级，哎呦，不用那么多，那今天数学不是很好。OK，这样子法术工厂完成，再来马上再造一个，造一罐补血好了。那研究的话，我在想还要不要，因为
健身还有些没有研究好的，不过这些我都觉得并不是很重要，所以我在想要不要边研究啊边升上去。可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好像没有多的钱，呵呵。那就看要升什么，我再来想一下好了。女王升级要12个小时，要不要升啊？要升还是比较升的，升了就不能马上打。升好了。不要好了，等一下再晚一点再升。那么现在还有300万的水，还有150万的钱，还有4万多的黑水，好像还有一个吹风机没有盖到是吧？我们来开吹风机，吹风机，然后吹风机盖完，这样子钱都花完了，那接下来就是。晚一点先研究好了，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工人了嘛，那我就先研究，等晚一点打钱打够了，我再来升上去。那我来研究什么呢？黄毛哥布林还是毒药地震？在想要不要研究毒药？我觉得我现在用得到，大概就是毒药跟黄毛。好，不过毒药25000的太贵了，而毒药现在又不好用，来升级黄毛好了。好，那这样差不多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呢，看到距离开战还有26分钟，然后马上来编辑健身的，嘿嘿，配置，就直接编辑这个好了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把全部移除，然后上网呢去 Google。好，其实大家在编辑的时候发现中间有个点点，这个就是中心点啦。好，那我现在要上网 Google，好，现在就是9本部落战阵型。好，先随便找一个，然后之后再来研究。哪一个比较好？
好了，所以现在就是这样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布置了20几分钟啊，来看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总共布置完就是这样子啦。好，但是2分钟就开战，那我们现在总共就是4个9本去打对方的一个，哇，超赚的，哇，等等，还蛮爽的啊。好，那。OK，那时间也差不多，那我等一下再来去把它加速去带过好了，超累的。OK，剩2分钟，啊，好刺激啊！今天剩9本了，那以后就会多拍一些，以后就不止拍就是影片啦，以后就不止拍9本，不能这么说，以后就不止拍7本跟8本影片，那连9本也会拍进去。那大概会过等女王5级吧，5级电圣大概就会差不多可以打9本的部落战哦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9本的部落战影片啊，那也会加进来电圣的影片里面。那有人会说，那7本8本呢会不会少了一点？那8本的话呢，因为我们部落成员还是有几个很强的8本啊，所以我觉得8本影片还是 OK，还是拍得出来的。那7本的话呢，因为电圣还有一个小号啊，它是7本的，所以7本也是会拍。啊，就是等于就是多了一个9本啊，那其他的话呢，就是应该是不影响的。好，那就是以上这次的影片啦。OK，虽然有一半时间都在加速，好，那就期待我们看吧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